Hello, Samantha， 我想问下你，如果听日就系世界末日，你会系咩样呢？好，第二条问题就系、是，如果你喺街度行下行下，踩到狗屎，你第一个表情系乜嘢呢？好，如果你发觉有一日你喺街度撞到同人哋撞衫，你会第一个反应系乜嘢？如果在街上無啦啦肚不舒服，你第一個表情是怎樣？好了，如果下一個下一期六合彩中了頭獎，你會怎樣？好甜啊，問完了我。